开玩笑的那个吗？那么厉害哦！还有呢？开箱也来了，今天可以开个玩笑。然后呢？然后第几名？然后第几名？哦，你是复兴的？哇！然后的领队或者是……那个布农族全球也是第一名哦！到我们那个，你们怎么夸张？ 只有你特别累，其他都还好。你昨天喝酒，不要喝酒，你真是啊！刚睡过头，没有喝酒。刚还睡过头啊！你们40分结束。你睡过头要喝酒还拿第一名啊？哦。你有没有抢而已？你们180？185？刚好180。爸妈都太阳了。 有人，你不是台中吗？对，花莲，花莲，台中，难怪你腿那么长。妈妈是哪里的阿美族？花莲的。哪村？南乡。那不早回去了。吉安乡、寿丰乡、工兵。吉安那边。南昌宜昌。有回去部落吗？有啊有。东昌。旁边有没有什么华人国小？ 三名啊，三名国小。那个是玉里吧？玉里啊，你是？那是三名里啊？对啊，三名里那边。哦。那哥哥厉不厉害？妈妈是阿美族啊，难怪你也那么皮。皮不是皮。 人家都休息好，你怎么还这么累？你阿美族的不是都拿冠军？像那个杨什么汉？对啊，你是那个五大世家榜啊，要更厉害啊，超级太阳。 这个是念哪个学校？这个，他念哪个学校？你是爸妈都太阳吗？没有，你们都没有聊天了。一起接力不会聊天了。你要拿棒子丢，你都不要传。你刚第几棒？第四棒。你最后一棒。 那你是里面最强的吗？没有。那里面最强的是谁？那个跳远跳高那个吗？跑100、200的。刚刚一个他嘛，还有那个嘛，戴耳环那个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就是剩下另外一个人。对。那个跑去哪里了？没看到。哎，另外哦，不是，我老婆阿美族。 对啊，他说那个三名的。对对对。哦。拍照相，你跟我拍照，网红呢。遇到那个阿美族的美女。那我去整理一下吧。自然相就。你儿子吗？今天是你爸爸吗？
我爸爸、欸、真的太帅，没有，因为我长得真的很帅，我老婆来追我，一见钟情。哦，你老婆吃你啊？对，她吃我。嗯，十五岁吗？没有，当然是十八岁啊，我们不能做。那个未成年不能做事啊，我们当然是十八岁正常交往。没有，那南澳的也有国中就，我不清楚，国中就幸运的，没有有生命了，没有，那个是上帝的安排。对，你的儿子是不是遗传到你的基因很顽皮呢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活泼，那不是顽皮，那是活泼。好、哦，这样先讲，介绍一下他有什么优点。他受伤的时候都会擦优点，对。你们这两个母子很会讲冷笑话，母子很会讲冷笑话。那他有什么优点？就是跟我一样帅啊。按摩呗。能力呢？妹妹，你有跑吗？除了帅还是帅。哦。你生几个？大对姐。是。这第几个？都几男几女？是男没有女。全部都是不带死啊。哇。那这个体育休息一下，让他休息一下。这个体育是他本来就在休息啊，天生的，没有那个。他体育是，那他体育是最强吗？哦，你是不是？你是哪一村的？不行，你要打我，不要。没有，这是。然后像五塔站，那如果让它变成复数的话，就变成五塔斯，五塔斯，啊，五塔斯。如果加个思考的诗歌变成 Woodus， 就是表示着非常强悍强壮的乌塔村、哦、叫 Woodus， 复数的话就 Woodus。 那个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，那个手不能过，这个是动的，讲的真的、欸、你真的很活泼耶、欸，还舌头呢？舌头我都没有舌头的。怎么可能？你直接用嘴巴？不用屁。哦，那么强。但是双手。但是女生不是很舒服。那本来这样子就变强了。他们现在流行叫玫瑰花。菜花吧。不是，后面那个变成，你用手它就变玫瑰花了。外翻了。嗯。而且多多翻，外翻的都很臭哎。多沉多沉。外翻的都很臭哎。那、欸、你会不会唱歌？前面有什么？没有东西啊。来唱歌吧。那、啊、那个唱歌哦。比大师，你认识桃园高中的吗？啊，怎么那么活泼？知道吗？因为你学弟哦。有，我认识。他这个胆识可以念台大哈佛。可以念那个啦。哈佛。财经教程自己选。能去国外是更好。三间在抢我。啊？他们三间在抢我。三间在抢。啊，财经教。你想进哪一间？我想进哈佛，我要进去哈屌。哈屌怎么哈？是吧？你那是吐，我不是哈了。没有这吗？你的生喉咙。直接进去到我的胃，就很像照胃镜。吃比较大，我都自己吃自己的。我的筋很软，二十公分了，三十万哦，哇，那应该战败下风了吧？对，我们佩服我学弟。那个，什么时候练成这个哈屌成功？啊？所以你什么时候练成了哈屌？我觉得我自己很帅。那有没有泰雅族的名字？你是有修眉吗？比比。你叫什么比比？我欢迎比比。你看你有修眉吗？修屌。修屌。这真的是你学弟吗？对吧？清大的。没有。